要求哦，要求。叶硕，总监他怎么了？看起来心情很差。他就爬无杯啊。爬无杯？他是有什么事情要去庙里吗？有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处理，所以他想求助于月老。求助月老？什么事啊？就是能不能跟你在一起啊？他干嘛还这样子啊？明明就已经讲好说要当哥哥的。可能真心喜欢比较难放下，没关系，我去泡咖啡给他。还是我去泡吧。你也好了，你们两个事情你们两个来解决。没有事情要解决，我是要去跟他说清楚。请进。你的咖啡。谢谢啊。哎，秀明，怎么是你泡咖啡啊？总监，既然你已经答应我要维持兄妹的关系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去问叶素儿月老的事情？素儿他都跟你说了。对。因为路还没走绝嘛 ，Never give up。我不懂你到底在执着什么哎。而且不是听说纸没杯吗？啊，素儿有跟我解释啊，我不会求神明，没有限制只拔一次啊，所以我可以一直拔，这么拔到有为止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如果你要这样执迷不悟的话，我们可能最后连兄妹都做不成。哇，啊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那我不是太可怜了吗？啊，你跟素儿可以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可以跟我这么好？你觉得你跟叶素儿一样吗？我可以比素娥更素娥啊，我可以比她更像女生。要求哦，要求。不要！我的五官这样子的俊俏。啊，我是个玉树临风，我风流倜傥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变成女生这样温柔婉约、美艳动人的啊。多花一点心思在公司上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线上影视。